诸君注意，本着服务本波玉海基民起见，不惜重金礼聘香港石塘咀花灰波姑影官男友玉曲献技，明发精通各款西洋耶稣教圣诗，梅室五书朗朗上口，正宗广府粗言秽语屌七你老母，即日起住牛车水翻寨美后教。Oh, Glinku, my sweetheart, you come to Singapore, la. Let us to watch a Malayan silent movie, okay? 刁男啊，嗰条麻波大春袋刘贝锦嗰间男友刘贝锦自制影片公司，咪喺中华民国16年5月执搞咗咯。边树有嚟有马拉影话戏睇啊？喂，林世梅，你睇今日叻报单新闻，马来亚、新美兰、富勇、观光影片公司摄制影画戏《男子的心》。中华民国17年11月29号，礼拜四晚，喺小波海前12间果树间万姆罗大戏院公演。由今晚起至12月2号止，连演4晚。呢套片共9大本。导演拉演员窿中系南洋人，以南洋彩石矿事业为背景，处处均深现南洋色彩，可谓南洋化之佳片。呢出片曾经一度公演于芙蓉市新戏院，成绩甚佳。呢出默片讲一斗女人汤圆，处处索夜流程，最后被啲女飞晒，乜能嘢都冇晒。拉埋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出品过出默片《血泪碑》，一张戏飞提晒两出影画戏，真系抵玩。